这两天这十几二十个快递都是他的。哟，这啥东西啊？哦，这个快递有意思。这会儿过两天不要出去玩吗？准备把这个榴莲带着，带着我就想啊，它这么小，你要放到外面容易跑丢了，你总放在车里嘛也挺闷的，所以我就想带个笼子，笼子也买了，买了个大笼子，但是你放车里呢没地儿放啊，所以说想了好久，买帐篷买什么给它放户外，最后找了找，哎，找到一个婴儿的这个蚊帐，可能适合，还挺便宜的，12块钱，而且感觉好像还挺大的。关键它省空间呢，是吧？这个如果能在户外放的话是可以，但我不知道，我就不知道这个网结不结实，会不会被它一挠就出洞。哇，大是可以的呗，我这么大的，看看，都可以把它这个拿进去，它侧面还有拉链，如果它不把这个抓坏了吧，这是个很好的东西，也不容易抓漏吧，应该哈，可能会抓破，但是漏不会漏，大不了给它补补呗，这样你睡在里面你也不用乱跑，也没蚊子咬你，怎么样？放在户外也可以了，你也可以跟我玩了。哎，下一个，这是啥？哇，天哪！哎呦，这也是个窝，小小个的，嗯，这么一大点。哎，这个你能喜欢？这个有包围感。你看，还有个小凉席，来，换个凉席窝怎么样？嗯，小主，这小窝正好是他，适合他。哎，舒服吧？因为他现在才250。还是240了，就半斤重啊，还不到一斤呢，啊，他喜欢这个窝，你看，因为这个窝它敞开式的，这个下去留着冬天，留着我们长大了再用。哎，好，躺在里面，我藏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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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呦，藏起来行不行？啊，不藏起来啊，不藏不藏。哎，好了，小猫呢是前几天呢，我是逛那个商场的时候捡到的啊，在美食街捡到的一个小猫，啊，当时挺可怜的。而且随地大小便啊，它肠炎应该是就吃东西吃坏了。美食街嘛，它别人可能喂的东西比较杂啊，油腻一些。回来喂了两天猫粮就好了，也给它驱虫了。然后过两天给它打针啊，嗯，去找萌萌姐姐给你打针好吧？打猫三联呢，然后再打狂犬啊，慢慢来。这又是啥呀？哎呦我的天哪，这是买了第7个窝，你看爸爸够不够意思的啊？你是一直没有窝，没有家啊，哦？你看被我捡到了，我给你弄了7个窝了，是给你磨爪子，你不老有毛吗？喜欢哪一个？来这儿呢，这儿转转转。你是喜欢这个呢，还是喜欢这个？喜欢哪个？这个好不好？还是这个好？嗯。说你买了6个窝，现在给我变7个窝，这都是晚上没事睡不着的时候啊，刷视频网站，刷着刷着。哎，你看一个这个，或者搜一个这个，他后来推的都是这些东西。哎呦，这是啥呀？哎呀，看，买的猫砂盆也到了，猫砂还没到呢。嗯，你的猫砂盆，你对你来说好像太大了，太大了，你猫砂盆不适合你用，说实话。这得放多少猫砂呀？这是一个5斤以内的，好像是8斤以内的那个猫砂盆，但实际它才250克，半斤重的小猫，不太适合用。可以啊。那留着你长大了用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是啥呀？豆腐猫砂，那猫砂太不抗用了，30块钱的猫砂用了一个星期就完蛋了。这玩意儿找个头啊，也挺费劲的。哎，找个头就容易了。哇，这个猫砂还可以，买了2袋，1袋多少斤不知道，这估计能用一个月吧，不知道能不能用上。我发现这养猫的成本不低呀。哎，给他剪指甲，他剪子总挠我，他就脚不，他找来找来试试来，呀，哎，是爪伸过来了，哈哈，哎，多可爱！你怎么知道啊？可是我不敢搅，好像这东西是从下面开始搅的。嗯，先搅一小点试试啊，可以吧？哇，还这么尖锐啊！我也不会搅，但不能搅到血线。哇，我昨天查了资料了，搅血线是不可以的。哎，哎，这么乖，昨天晚上这家伙跟我睡的。差点没被我给压死。哎，好，这爪子搅的真好。哎，好乖，再搅一下嘛哈。哎，好好，摸搅一下，摸搅一下啊，再剪一个看看。哎，好乖哦，乖，哎，乖啦宝贝。好嘞， OK， 躺着睡吧啊，要睡觉了，我们要睡觉了。这是啥耶？带瓷小碗，什么玩意儿？这是你的吃饭的小碗，给他买了那个猫粮的小碗的，然后我说再买几个不锈钢的啊，哎，再买几个这种小碗。
没吃的，没吃的，哎呀，看着碗就来吃了，跟那碗很像是吧？嗯，这个呢是带你出去玩啊，便携的，啊，一个装水，一个装啥，两个一装就可以了，带你出去玩用的，防止你丢。我买了六个哈，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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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进来啊，老老实实的，小尾巴放下，哎，不要放屁啊，猫放屁成臭了。这两天给它吃乳酸菌，吃了两天了，感觉明显好一些。啊，你的小盆盆。给它去毛了，这是，哎，这回你看我的身上的毛，我就可以清理清理了。这咋用的？这是，哎，看到没？你看，你的毛毛都去下来了，看到没？我每次抱你全是毛，所以家有宠物，这个还不可或缺的东西。这个也是你的，这个大价钱花了，忘了多少钱，反正不便宜。你看，还有一个小本本，宠物健康免疫证啊。注射疫苗的时候要给你贴上的啊，疫苗呢我们是在网上买的，自己注射。萌萌回来让萌萌注册，注射啊，注册的，因为萌萌是这个护士啊，是职业护士，助产士，扎个针没问题，我估计给他扎针肯定没问题。而且网上一搜很多教程啊，这得放冰箱里的。这还有一片，这是驱虫药，猫三联，还有一个是狂犬，这个马上放到冰箱里。他给了是四个注射器，猫三联的，一个就是这个狂犬的，一会儿我们放到冰箱里冷藏啊，这个需要冷藏的，冷藏储存，等萌萌回来让萌萌打。